我之前下黄鳝笼的地方，一段时间没来过后，今天来下笼子，结果发觉水全部干了。不过看到有一些龙虾洞，所以我们掏点小龙虾回去放家里面那个盆里面养着，有事没事钓小龙虾玩。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小龙虾，那蜘蛛在这，找一下它片头。哎，泥鳅，泥鳅，哎，小泥鳅，啊，这个小泥鳅也带回去了。哇，巨型泥鳅，刚挖出来，跑掉了。哎，你接着，还在跑，在手里面。这一根回去吃就行了，超烂。这底下这个洞发现了小龙虾，要求这洞连洞，里面估计都是小龙虾，全部都挖回去带回去养。哇，这下面好多洞。哇，又是一个洞连洞。哦呦，都是小龙，完美。哎呦，泥鳅，一条，一条，好几条在这儿。哇，还钻下去了。这也真粗。只要不下雨，他们全部得干死。哎呦，又是泥鳅，怎么就黄鳝怎么在不在这地带呢？很奇怪。大到现在全都是泥鳅。哎呦，小龙虾几个？啊，这个洞里面有几个小龙虾？两个。哼。哇，又是两条，三条，三条大泥鳅。它钻都没地方钻，四条。进，你钻都没地方钻了。哎呦，怪不得吧唧一声呢，一条大板球。现在是装死吗？还是真死了？哦，死了，伤都不划了，先放进去。哎呀，好，吓死在这儿了。尴尬了，我在这儿至少放了100多只小龙虾。本来想营造一个，钓小龙虾的地方，泥鳅我也放了好多，结果现在都搞不到多少了，只抓了10来只小龙虾，然后几十条泥鳅，带回去我自己养，我自己造一个钓小龙虾的地方，走了。